晚上经常睡不着，白天起不来的，一定要经常喝这个汤。切好的猪心千万不要焯水，只要加一小勺盐、葱姜、一把面粉，像这样多抓洗几遍，这样处理过的猪心没有腥味，营养还不流失。然后倒入锅中，加几块排骨，味道更加鲜美。放生姜煲汤，我都是用这个羊肚菌汤包，里面六种材料搭配好的，炖出来的汤真的很鲜，现在非常划算。洗净后转入砂锅，搭配几颗红枣，一定要加入开水，加满水后盖盖，中小火炖40分钟，最后加盐、枸杞和葱花，这样做出来的猪心汤营养又美味，学会赶快收藏做给家人尝尝吧。